去给前女友送文件，结果突然停电了。之后我们俩喝了顿酒，我喝多了，他说要跟我复合。不是，咱俩昨晚没干啥吧？我这个状态我能干嘛呀？你别当我便宜啊！不告诉你。不是，真没发生什么。你全忘了？嗯。你说你想跟我复合？ 你闭嘴，放屁了！我根本就不可能。不是，这几点了？哎，我还得上班呢。没事，啊，放你一天假就当陪我了。对我这么好啊？但那也只能是阴天陪你。嗯。因为在有大太阳的日子里，你是个缺吗？什么意思？以我现在的状态，还配不上你。 嗯，你说我们赌了一辈子的赌，你会不会难过？什么意思？你的意思是，你能不能坚定一点，勇敢的走向我，别再错过我。不能，我很危险。不是说最危险的才最迷人吗？哎，旺财呢？多大哥？怎么了？ 哎，你给他炖了锅煲汤呗，我有点饿了，这刚睡醒，我现在能不能正经点儿？能不能正面回答我问题啊？真想要在一起？嗯。但是有些人注定永远无法在一起，永远无法并肩前行。谁的爱太疯，任性的挥霍，每场争执和好缺口，我们拥抱狂吻陷落。